在哪里？就从这间，我们赶时间，人比较会太人少，很丢。什么问题？是不是在什么问题？嗨，やっほー黑幕で。私はゾイです。ゾイです。大家好，我是周易王小凡。今天带一个来宾，一个空姐来宾，飞飞飞。我其实也没飞蛮久了。对，这么漂亮的来宾来了，你是我第一个台湾人来宾，真假？太荣幸了吧！いただきます。いただきます。茶泡泡。抹茶。お茶漬けです。然后去看这个面。真的抹茶耶、欸、今天是可能比较恋爱主题哦我刚刚很恋爱今天要聊两性对我们直接就碰面立刻开始聊对怎样你们女生怎样到底在想什么到底真的到底在想什么完全无法理解但你有教过日本的男生吗没有都没有因为我日文太烂无法沟通，可惜，我日文太烂了。可惜，如果你交日本男朋友，肯定是一个有满满的回忆。真的吗？什么样的回忆？是好来坏？听起来怎么有点怪怪的？听起来怪怪的。肯定是好趣啊。嗯，而且很多事情可以跟朋友分享。应该是哦。对，我的台湾男生的经验只有我老公。嘿，对。一世成主顾，你听得懂这意思吗？什么？这一次就爱上的意思啊？对，没错。真假？所以你觉得台湾男生非常棒？台湾男生就是没有，我没有特别选过国籍、嗯，所以我有各种各样的。台湾就刚好他是台湾男生。我觉得台湾男生是太厉害了，应该可以比较世界第一、第二吧。哦，对女生的态度，然后那个 respect 真的是，我们日本女生会感动的那一种的，有啦，台湾男生其实真的算是还不错啦，喂，算是不错啦。我以为这里有一位公主病，结果不是，没有，没有公主病，好不好？没有，让我想问一下，有几个问题，我一直想要跟你们台湾女生，所以你是今天台湾女生的代表，好的。你曾经交过的男朋友或是听过都 OK， 最。甜美的，那你最开心还是听过最厉害的男生的行为？像我之前有个男友，因为我以前在航空公司飞嘛，都是会有那个交通车。我那时候那个前男友真的非常的贴心哎、欸，他真的是我每一个班哦、喔，每一个班哦、喔，不管几点哦、喔。对啊，你们有不管凌晨哦、喔，不管。多晚哦，多早多晚哦，他都是会到机场去接我。我以前有觉得他这样非常的贴心，没错。但我现在突然想起来，就觉得哇，他到底怎么办到的？很好呀，就觉得说这样可以让我比较早回到家休息。哦、我后来想一想这件事情，我真的是觉得他很棒哎、欸，我真的觉得他超棒。所以我后来紧急好吗？后来就没有飞了嘛。然后他就说，后来统计说这段时间他车子里程数开了多少，可以绕台湾不了几十圈的。真的，觉得天哪，太感动了。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感动的，就是不管是我生病，或是我家人发生什么事情，家人都帮忙的时候，他会帮忙。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第一名。那是你老公吗？称赞不是，就前男友，前男友真的。我后来觉得要做到这样子的，接送人真的很少，真的不容易，真的很少。但后期我在台北，可能要跟姐妹下午茶，说、欸、你可以载我去哪里吗？他就会很懒惰，躺在沙发上。然后，但是他曾经做过，真的是几乎全勤哎、欸，上班不算，就回。对，就下班，下我们的交通车。跟我相反嘞、欸，接送你老公吗？我是没有，我都是前男友，但对接送有很多故事。嗯嗯嗯，两位不懂的故事啊、嗯，怎么样？那个人就一个人，因为公司出差，去国外，回来的时间就是。他们大概是晚上的什么十一点那种比较晚的班。他回来的那一天，就是他们前几个小时的时间跟我说：“欸，你有租车了吗？”先，你是 Uber 司机是不是？在什么问题？租车了吗？他说什么意思？是我有约过去接你吗？首先，天哪，
只是问我有没有租车，傻眼欸。然后他还跟我说怕来不及最后的班，就是公车啊还什么的，你应该可以来接我吧？这样，Hello， 先有没有办法在？就是先跟我问说，你今天有时间来接我吗？合理是这样子啊。不好意思，我太累了，可能需要有人帮忙接我。有很多说法嘛，他直接问我，你有租车了吗？啊，而且原来就已经确定我是应该要来的。就去接啊，开车三个小时，天哪，回来再三个小时哦。为什么？然后还要换车。等一下。为什么啊？他不能自己回去吗？不行，为什么？好奇怪哦！一定要我女朋友来接。我觉得那个太夸张。那这是第一个嘛？那第二个太扯了啦。第二个这个我分享过一次，就是他是每一年尾牙喝醉，然后每一次同事来打电话说：“黑莫又挂了，来接一下。”对，就完全不能走路，应该你要来接哦。那为什么你不能接？日本是不流行那个代驾，是不是？还有计程车，好不好？还有 taxi， OK。有啦啦，傻眼呢。我接送的回忆就是都是一切就是要紧急要去接租车，然后赶快开过去，而且有几个小时的旅程，都是晚上。天哪，怎么你们知道 taxi 吗？我只能说有可能你是不是开车技术太好？那个是日本男生吗？都是日本的两个女人，妈宝。妈宝不行啦，基本上妈宝太恐怖了啦，大概了就妈宝在里面。Oh my god， 我就吓到，好好笑！竟然我抽到妈宝两只，天哪、啊，那你也算是蛮千王的、欸，真的。但其实我这样嘛，所以我觉得有一些台湾女生，就是我身边的朋友们，有时候在抱怨什么，就是她没接电话，那种有的没的，但对我来讲。这有什么？对，这有什么？今天他在忙，没办法来接公司，这很合理啊。那有什么好抱怨？我都开三个小时去接他机场，而且租车都是我付的啊。哦，对啦，我真的觉得台湾男生说实在。说实在的，在这一点上面真的做得蛮好的，是真的真的。你有遇过很糟糕的吗？还是有听过的？最糟糕的给我。上班的时候有时候就是空档，就在那个厨房嘛聊天，对不对？但我真的听到一个超级匪夷所思的，这样，那个姐姐她已经结婚了，然后她有小孩。一般很正常的家庭这样子，他们各方面的条件其实都还不错。跟我们分享说，他最近在他家装监视器，我就说为什么？他就说因为他觉得他老公就是怪怪的。我们就是会去过夜嘛，因为要飞行啊，还有过夜班或者长班。那因为姐姐有小孩，所以他已经其实不太飞长班了。他可是还是多少会有那种两天一夜，可能去日本回来这样。然后就在他家装了监视器以后，他就跟我们分享说，他终于拍到他老公。带不同的女子回家，而且还不一样的哦。所以，然后重点是有多的人，两个还是三个比较多的？哦，没有没有，不是一起啦，是分次。哦，他没有讲那么 detail， 他就是说不同的，对，不同的女生回家，然后他就觉得不可思议，因为他只不过两天一夜，到底有这么多时间吗？他就收证了以后呢，他就发现到里面其中有一个是我的同事，就我们同事。真的？对。你自己觉得你是有公主病的一面吗？我当然没有公主病啊，谁会承认自己有公主病？不是啦，我现在因为你们空姐是很常，但是算是受欢迎的吧。在假如说在这个同班里面的话，算漂亮，算比较被关注的了嘛。哎，我是想说台湾，因为台湾这个公主病的关键的很常出现。然后我想说，你应该是属于那个公主病那一群。我不是，你直接冒号字，我不是，我没有。好啦，你公主病定义是什么？就假如说就是啊，像你们刚刚那个朋友，每一天有接送的，她男朋友过来开车接送你，但是那一天刚好她男朋友那边在忙加班什么的，没办法来接，然后就很生气说。怎么可能？我怎么回家？这个我不会，这我完全不会。我跟你讲，我必须要在这里澄清一下。OK， 空服员都很独立，
所以为什么？因为你一定要性格够独立，你跟今天一起飞的人都是不认识的，都可能是第一次飞。对，到了那里以后呢，我要自己一个人住一个房间。到了那里，我们可能大家作息不一样，时差啊，大家睡觉的时间不一样。所以呢，你可能想要啊，肚子饿，我要出去吃个饭，我就会自己走出去。所以我跟你讲，空服员真的很需要很独立的性格。好像是哎、欸。所以其实空服员。我说实在的，我目前看到大部分都超级任劳任怨，好不好？哪有公主病？你知道了吗？空姐不是公主病哦。真的，我们是很任劳任怨的一群人，好吗？哎，那空姐条件很好哎，很独立，也没有会做事，头脑好，长得也好看。但是我常常立刻帮我征友，立刻帮我征婚，没有啦。可是我常常就是听到有一些人，他们可能对这个职业就是不是这么的了解嘛，感觉比较容易误会，对，是就很骄傲的这样走路，然后就冲过去了，就是我们在排队什么很久很久的时候，你们这样子，才没有，哎、欸，我们赶时间，我们赶时间，这应该是看航空公司，有些航空公司很骄傲的，会这样子吗？这样子走路过去，然后这样子对我们来讲就是真的，你到底在拽什么？你拽什么？不是，我跟你讲，而且我们女生都很出色、很漂亮的人嘛。哦、oh. ，而且这种航空公司是要保持漂亮，所以看起来特别漂亮。Oh. 然后又是这个脸， oh. 这个就是无表情的脸，走路这看起来特别，哎，讨厌。不是，我跟你说，他们很容易误会的点是這裡。对，你们真的不要误会我們，太漂亮。因为他们赶时间，是因为他们要在乘客上飞机前赶快去准备，赶快，他们很多东西要准备，很忙的。他们并不是真的要这样的。希望呢这一集可以，代表抱歉。希望这一集呢可以借由黑木太太的频道呢，来帮我们的广大空服员平反一下哦，顺便征友一下哦。那你觉得台湾人是算公主病吗？还是最后的这一题？我觉得公不公主病跟民族无关、oh, ，OK， 跟个性有关，个性。我相信日本一定也有公主病的女生。嗯，我不要说日本了，我相信美国也有公主病的女生，也有也有，怎么可能没有？当然每一个国家都有，那占比率，占比，你是不是一直想要，一直想要让我们台湾人承认我们公主病？没有，我没有公主病，真的。不是，应该是这么讲。嗯，如果以比例来说，嗯，因为台湾的男生真的就非常的贴心，他们做了很多让我们觉得哇不可思议的事情。对。然后呢，有些人可能就视为理所当然，可是这真的、啊、奇怪，这些真的是特例，好不好？所以大家不要再污名化我们台湾女生公主病哦。对，那我不好意思，我误会台湾比较多公主病这个观念，因为像我们这种就是我们要做的，对文化长大的人来讲，真的太特别了。然后还有些人可以抱怨说，男朋友把袜子怎么样？但已经来接送了，袜子怎么样？你帮忙就好嘛，这种感觉。他跟女生的差别就是，他就算来接了，我心存感激，可是你袜子还是不能乱丢。袜子ダメです、すいません。啊，笑死我！好，那今天来讲，就在抹茶面跟公主病，抹茶面有点结在一起了。不好意思，我们聊太、啊、好笑，聊太开心了。好啦，下次见啦！非常感谢，你的什么？我有贴什么？你的 IG 吗？啊，好 ，IG， 你的 IG， Zoe Happy 666 Zoe 王小凡，请多支持，谢谢，谢谢大家，谢谢黑木，谢谢，拜拜。